为了要推动客家文化，水利乡公所积极聘请教客语的老师，前往乡里幼稚园来教小朋友学客语。在公所的安排之下，目前中班甲大班的小朋友总共90多位，透过简单好学的课程内容来学习客语。地处幼稚园的园长柯庆良就表示，希望共用轻松的学习方式来提升幼童的兴趣，也个客语甲客家文化会当对世界就开始来培养。利用小朋友身上所穿的衫裤来教英文白色彩课程是特别生活化，阁有透过简单的卡片教具，用客语来认识各项物品。专业新传书，佮会配合小游戏，互课程更加丰富，佮有吸引力。一、二、三、五，耶！那呢，再带入有趣的游戏，譬如说，今天有如果上服饰的单元的时候，我就会带他们去市场买衣服，好，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去市场有各式各样的衣服哦，然后带着他们玩游戏的时候，让他们对这个衣服。对这个服饰会有更深刻的印象，这样子。因为两位客语新传书的用心规划，让水利乡土的小朋友都会当轻松学客语。其中，就连原住民囡仔也会当开嘴讲客语，让水利乡的幼稚园是非常感谢。那我们是利用一般日常生活中的比较简单的，譬如说家庭的称谓，或是说我们的服饰上面，然后还有颜色，日常生活中的天气，还有譬如说。学校的一些小朋友来学校画画啦，或是说要带什么书包之类的，让他们来，用很简单的方式，或是说带入游戏，用游戏的方式来呈现给大家，让小朋友一起参与游戏，加深他们的印象，这样子。今年的幼稚客语闯通关活动将在5月底举办。水利乡的幼稚园表示，除了希望小朋友会当顺利通过这次比赛以外，其实上主要也是要让因自细汉来打好客语的基础，才会当延续水利的客家文化。记者金木山采访报道。